想知道李希瑞是否离开了嘉行，现在嘉行在干嘛？他离开后，最初给他的资源将交给祝绪丹，但公司将继续培养其他新人。镇魂到底哪个人主角最火？我觉得他们俩现在都在一起做广告吗？这一点无疑得到了朱一龙的肯定。朱一龙多次提高了他的成绩，目前的商业价值非常高。广告促销是因为他们两个都是剧中的兄弟，很多人因为这个而关注这个，所以有些商家会以此作为卖点。热巴和黄景瑜的合作真的如此吗？不然呢？假的。这本书还没有电影和电视记录，而且黄景瑜和热巴的档期可能不对，所以他们可以配合这件事。你能告诉我关于艺兴吗？他目前的整体资源仍然很好，未来他仍将专注于国内发展，而他最近的演唱会的具体时间尚未确定。另外，他和合作社的女演员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，因为他的团队特别善维护关系。顺便说一句，王博真的很看重他，他帮助他私下介绍了很多资源。我听说高伟光被雪遮住了，你是认真的吗？没有遮，公司相对较少关注他的宣传工作。作为嘉行本人，他不需要在资源方面感到尴尬，因为杨幂的戏剧基本上都被包装并带给他，而最近他的新剧还发布了化妆海报，播出的热潮、热门话题和资源都足够了。王祖蓝最近忙什么？他最近没有找到工作，而且他和妻子待在家里。然而，他的团队一直很忙，会买很多通稿，并为王祖蓝创造一个好爸爸、好老公，会给他带来炙热的热度。请让我们谈谈李冰冰，他目前正忙着为新电影的推广做准备，并会休息一段时间。在早年，